一下中年化，第三位优秀的学者来自台中成功啊，人民徐永明，第三位跟咱监狱院拢伫个台下顶。各位，我想咧，这是舞蹈的一刻，这是坚定意志的一刻。大化帮全员到齐，向大家报告，请大家收机收听，我蔡副总统总统，我监狱院当选立委，台湾出头天。各位，每一捆头会当请到这几个吼，全台湾可能敢存监狱院，对唔对？啊，来，互因手牵起来，甲监狱院加油一下。等一下，吴国栋搁要甲机会摕出来送鱼宴哦。来，啊、来，咱家看一下，检验动算，来，检验动算，检验动算，检验动算。大花今麦做辛苦，甲大花加油一下，大花加油，大花加油，检验动算，检验动算，大花加油，大花加油。好，刷来。这三位我知影，日子上艰苦，年岁上大，咱的吴国栋机会要提出来啊！这条呢是吴国栋半暝无困，才一针要想出来的。哎，你讲这无可能哦，嘛是有可能的。来，咱来给吴国栋，咱监狱院的助理委员，来为监狱院披彩带，来帮我写开发票子。各位，我谢谢。予国家会当兴隆，那无吴国栋，领无老人年金，咱拢爱赔嘞。来，甲吴国栋加油啊！来，吴国栋，吴国栋，徐永明，加油！徐永明，加油！春节的心爱加油，伊要演讲啊！然后这三位先都休困一下，请你用热情的无啊声，就伊每一届节目开始，拢用伊的母语客话甲大家请安。伊放弃足侪好诶机会，伊放弃足侪人出偌大诶钱要甲伊写都写袂走，请你用无声来欢迎中年化。咱来念起客家子弟精神的代表中年化。各位咱乡亲时代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看到今仔遮侪人吼，我感觉个足有希望的呢，足有希望的呢。检阅会赢无？蔡英文会当选无？民进党会过半数无？要防不让吼，听讲有人讲台北市若民进党防不让，伊要去扫便所呢。咱要让伊去扫便所无？啊，台北市要防不让吼，检阅院这是一定爱予去哩，好无？有人嚣掰到这个程度啦，啊，确实啦，顶届咱台北市吼选了迄天，真正大家面拢写三个字，叫做土土土啦，三字土土土。但是今年无同款啦，对无？今年我相信咱台北市除了咱的台东区姚文智，我相信机会上大的就是咱检院这些，这个选区两位女将伫遐对战，检院。我相信无需要我加介绍，因为大家对伊拢足熟悉。市议员做两届基层的服务，非常的实在，啊嘛真拍拼。我逐天看伊安尼咧拼吼，真正有当时啊，我就感觉替伊感觉唔甘啦。因为过去阮咧做记者的时阵，议员含我做伙咧走新闻，伊为过去开始走新闻做记者就非常非常的认真。哦，所以伊即马成就足好诶，已经做甲议员啊，马上明年1月14，伊就要做立委，对无？各位乡亲时代，今年这场选举哦，有人讲啊，只不过是选举，但是我讲，这毋是叫做选举，这叫做选择，选择啦，你诶选择。为虾米我讲这毋是选举？选举干呐去投票？伫正常诶民主国家，啊，着换党，着换党，哪有啥，对无？你像美国，你选举，共和党执政，民主党嘛是照常安尼做；民主党执政，共和党的支持者嘛是照常日子安尼过。因为咱台湾甲美国有一点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伫美国，无人主张讲咱要甲英国来统一；但是伫台湾，有人主张讲
咱要甲中国去统一。所以为什么我讲明年这场的选举是叫做选择，不是选举？选举一届选唔对无要紧，但是你的选择若选唔对，你付出的代价非常的大，就像查某囡仔嫁唔对翁同款。迄刷来家暴吼，逐项拢来啊！三年前有真侪人选马英九，咱本来对伊嘛有期待，但是咧，咱给伊三年半，伊摕58%的选票，伊的国会1/4，伊的立法院，伊的行政院，伊的司法院，伊的监察院，全部拢国民党的。这三年半来，甲咱借钱借一条3000亿，我请教大家，一条3000亿开去倒位？开去倒位？你有看到无？民进党执政8年，嘛是借一条3000亿，但是民进党给咱什么物件？咱有圆山子分红道，咱有理工，咱有南科，咱有中科，咱有火力发电厂，足侪物件拢起好啊！为什么卖叫做三年半借一条3000亿，但是咱看袂到钱？啊，钱到底开去倒位？我本来一直在想吼，钱到底开去倒位？昨昏看到卖叫牵一个广告，我终于恍然大悟，钱开去倒位？最近卖叫有一个广告，大家有看到无？伊的巴肚真大，肯有无？啊，钱开去倒位？拢在巴肚内底去啊！所以巴肚唔才会愈来愈大。大家想看卖，一个梦想家两枚，甲你烧2.3亿。台中市讲要起一个叫台湾塔，一开要开80亿，80亿会当做偌济代志？南投仁爱乡有一个山顶的学校，因最近校长伫调查讲，为什么咱的这个学生吼，11岁，11岁差不多国小5年左右。为什么咱的囡仔拢生了比都市的囡仔较矮？都市的囡仔11岁的囡仔平均145公分，但是迄个学校11岁的囡仔平均干那141公分，减4公分。校长就一直想讲啊，为什么咱的囡仔生了比人较矮？我也发觉讲，原来山顶经济条件较歹，营养不良。所以这个校长真好心，伊家己去募款，一礼拜有2天。予遮学生囡仔有一罐牛奶通啉，安尼爱开偌济钱？6000几块，6000几块，校长爱家己去募款，带着老师爱去募款。咱的梦想家两枚，甲你烧2.3亿，台中市起一个台湾塔，要甲你开80亿。为什么不爱予遮个囡仔加啉一罐牛奶，让因生较大汉的？为什么这个政府伊的资源的分配这么无公平？有人是吃到太饱，吃到特别溢出来，但是有人是瘦到真正要有鬼压去。所以咱明年的选举，除了顾咱台湾国家的主权以外，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咱要追求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。咱要追求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。前两天马英九佮你欧罗，即摆财政部长李树德，哦，讲这个部长哦，做了足好个，讲是上好的部长。但是大家会记得无？前一阵啊，才有一个人骂李树德讲：“你是最烂的部长。”迄个人叫做杨志良。结果即马叫国民党提名做不分区第19名。奇怪呢，我讲这个党哦，有淡薄精神错乱啊呢。杨志良骂李树德讲：“你是最烂的部长，甲提名不分区。”结果总统欧罗部长讲：“你是上好的部长。”这个党真正怪怪呢。真正跟李前总统讲的，马英九最近怪怪的呢。有啥物怪怪的？怪怪的原因就是因为伊心内哦，头壳唔知咧想啥物代志。我伫摇啦，伊即马心内咧想啥物代志？因为即马蔡英文跟马英九的民调又甲足硬足硬的，甚至有的民调蔡英文已经赢，所以马英九即马心内咧想啥物代志？伊咧想讲哦，啊选举到上尾2礼拜哦，有啥物后步无？因可能在想讲啊，即届开枪要开什么人？去年开连胜文，5都开连胜文，啊，若选总统要开什么人？讲实在我唔知呢，讲实在我嘛唔知，我唔敢想呢。你莫讲我后壁讲哦，伊会走去甲左阿头见面，啊，甲左阿头就敢见面啊，啊，开枪伊会唔敢开吗？所以虽然咱即马民调有小可赢淡薄啊，但是。我伫只呼吁各位乡亲时代，
剩无到两个月啊，剩五十天尔，较拼嘛是这五十天，这五十天甲拼过，咱台湾人就出头天啊，对无？咱袂使阁有马英九继续做总统啊，因为若继续做总统吼，我唔知后届阁有选举无，我嘛唔知后届大家是不是要讲北京话了？哦，咱可能袂使讲台语啊，又回到我读小学的时候，讲台语、讲你的母语的时阵，爱挂一块牌啊，我说方言，啊，无来罚五块。这种日子，咱无爱阁过啊。所以为着追求台湾的公平正义，咱一定爱让蔡英文当选总统，好不好？但是干那蔡英文一个人无够啊。蔡英文虽然是一个真好的女将，但是咱的国会是不是需要更加好的女将前议员来甲蔡英文斗阵，好不好？咱一定爱让前议员去哩，咱绝对爱让前议员去哩，因为即时若过，我甲大家保证，台北市咱都有机会甲过半数，安尼好不好？所以拜托大家。剩五十天，回去投邮票，投邮票，哦，甲前议员、甲蔡英文投邮票。我希望明年一月十四，我伫三立暗时坐喺三立的时阵，看到各位伫遮真欢喜，伫遮放炮啊、开香槟，庆祝蔡英文当选、前议员当选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多谢钟连芳，伊足辛苦，伊用伊的话来改变咱的社会。头仔伊讲到澳博吼，大家知影今仔日几月几号无？今仔日二十六号，也就是每年的用情单连新闻的日子。去年这个时间对无？会记得吗？即摆这个案件有人在讨论无？每年在创啥？连新闻那个箱是啥物箱？所有的一切经过一年的时间。咱看清楚一件代志，咱可能唔知影啥物人拍的，咱可能唔知影连新闻的商魂活动，咱可能唔知影后壁有啥物集团，但咱确定一件代志，选举国民党一定会出澳博，对唔对？